就放心的把东西交给我们神龙工商，买东西、卖东西或者存放东西，请交给我们神龙工商吧。再见。武神千真拳，天下四杰之一，是他将魔皇封印在了。他的武功出神入化，天底下绝没有他的对手。村民的性命都会等着你的。将军，你想干什么？我留意你很久了。所以心里真是备受煎熬啊。你是谁？我今日你去，我麻烦你去那里。岩石如此之高，必须要使用轻功了。Yeah!
得新的任务道具。西部岩石巨王，若是有人，
是我，我刚刚那就麻烦你了。我，你去找到那个人，我。